学长，学长啊，对我们学校的学长，然后个子高高的这样，个性很憨厚那样子，帅不帅？很潇洒，对，很潇洒。姓什么？姓王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又到我们亲密关系的时间了。今天请到这个女主角呢，啊，她是谁呢？说起她啊，大家一定十分兴奋。怎么说呢？她这个唱片的销售量，每一张都很好。她只要一出唱片，每一首歌大家都能朗朗上口。而且她个人这个特殊的气质哦，那很可爱、很清纯的模样，一出来都让人家眼睛为之一亮。尤其今天是带来一个新的造型跟观众朋友见面，她是谁呢？赶快来看看苏慧伦小姐。还有，你看我们现场的那个男工作人员，大家都开始尖叫了，多欢迎你来啊！哎，最近出新专辑是不是？对，第三张专辑。第三张啊，太羡慕！我现在还停留在第一张，叫什么名字？叫做《甜蜜心事》。甜蜜心事啊，配合一个这样很俏丽的发型，看起来更甜蜜。夏天到了，所以这样比较看起来比较清爽。哎，看起来也更小的感觉，更年轻。有人说更成熟了。我棍存锁，对，戴咪摩尔，戴咪慧伦，戴咪慧伦今天带来什么样的亲密伙伴啊？带来我的同学，高中同学，是样子好像跟你蛮像的。不会啦，不会是什么？我要看看你的同学，看看他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戴咪月娥，这是向小姐，她姓方向的向，向月娥，嘟嘟，哎，你好，哎，待会你知道要讲一些什么东西吗？不知道。看过这个单元没有？看过啊。看过是，就是讲一些诚实的话啊，大家平常都不知道了，苏慧伦到底有什么小糗事啊、小坏习惯啊，通通讲出来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。发誓。我发誓。好。你为什么一直笑得乐不可支？刚看到他的时候，因为我看到他很糗就很高兴。看到他糗就很高兴哦，苏慧伦哦。那如果你知道你在朋友的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朋友通常会怎么样来赞美你？用什么话来赞美你？赞美我啊？我想应该是说我很善良，很遵守交通规则，很单纯，然后做事很仔细，做事很仔细。那会用什么样的话来损你呢？损我啊？应该是说。有些时候我太三八了，会吗？苏慧伦青春一年偶像，不会啊！我看你刚刚笑的也很自然嘛，不会三八了。可是他们喜欢用这样子的话来讲，喜欢用这样的话，我们听一看会不会有更毒的话嘞？顺子，刚刚呢，苏慧伦在里面呢承认他自己是一个三八，啊、哦，这是极限的形容他吗？你们同学之中是大家是如何来讲苏慧伦这个人？真的，我们同学啊，对，讲到他就是。其实他不是最三八的，不是最三八的，还有更三八的。对，还有更三八的。是你吗？所以他点头了、啊。所以其实他不是最三八的。对大家提到他，大部分都是。说到怎么样？对啊，像班上会有笑话，笑话，但是他都不是闹笑话的那个人。哦，这样。他都是看笑话的。他学校成绩烂不烂？成绩啊，不错啊。不错是。有没有曾经？考得很烂的，然后没有办法回去交代，然后找你说，哎，嘟嘟啊，帮我想想办法。不会啊，都是我找他。哎，苏慧伦，下次如果说有再有这种单元哦，这朋友就差不多了，因为他在里面，然后镜头跳过去，他就开始笑这样子了，然后镜头来，他就这样沉着这样子。桃子还给你。我发现你跟你朋友蛮像，都是这样，镜头跳过去的时候，你就一直笑笑，眼泪快流出来，然后过来的时候你又不笑。对，大家都很想知道，不晓得苏慧伦现在有没有男朋友？没有，没有，是不是？那心里面有没有理想的一个对象？条件很多哎，要大概公布一下，很善良，然后要有才华，然后要有思想，然后能够教我很多东西，然后身高也不能太矮，然后体型也要很好，然后最好眼睛很漂亮，然后最好有一点那种忧郁的气质。如果真的有一天让你在街上碰到这样的一个男孩子，或是工作的时候碰到，你会用什么方式让他知道？用眼神去勾。好、哦，眼神很重要，可能不会用嘴巴去讲，用眼神去勾。对，用眼神。那如果勾老半天，勾老半天他看不到，然后又不太知道你的意思，那你下一步动作会怎么做？下一步动作啊，可能就是。如果我有朋友在旁边的话，我可能就是跟朋友发生一些声音啊，或者是怎么样。可是那种不是三八的，是那种很有气质的。原来是用这种方式看朋友是不是这样讲的？甚至但在学校有没有经验？
有没有？有啊，类似这样的。有啊，有啊，赶快讲。哎呦，难得有一件事情可以讲。有就是他暗恋一个学长，学长啊，对，我们学校的学长，然后个子高高的这样，个性很憨厚那样子，帅不帅？很潇洒，对，很潇洒这样子。姓什么？姓王。姓王是？名字呢？我嘞，我嘞，来去台北打拼。这不要讲，好，他在那个面前，就像在我们朋友面前一样，可会有一点点那种小修饰，就是嗯哼。尽量不在他面前出丑啊！啊，这样子是？对啊，尽量保持他最纯真的一面。对，他有没有写写小字条啊？叫别人偷偷送啊？不会，他会等那个男生写了，他自己不会写。这样有没有放学的时候在山下这样一直痴痴的等我载你回家这样子？谁载谁回家？苏慧伦载王先生回家。没有啊，不过有一次就是。放学嘛，就蛮感动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他放学，然后放学的时候，我和他两个人就在公车站牌那里等车放学啊，然后我们就一直在等那个男生。哎呦，对，就要好朋友要陪他，对不对？就陪他在旁边等，等了好久好久好久，就是没有出现这样，然后后来就放弃啦。那放弃之后，我们就一上公车，公车一动，那个男生就从那个巷子走出来，然后我就在啊。就看到了，对啊，那怎么办？然后就他就多伟大，你知道？他就下一站再下车，对，真的，真的，他就下车，然后下车之后，我们两个就在那边开始心里这样算，这样，这班会不会是这班？因为他走出来不一定马上搭车，可能去买个东西啊什么的，然后就在想会不会是这班？可能不会，凭感觉，好过去了一班，然后又再下一班，这样会不会是这班？哎，不会，然后第三班我们就上了。然后上了之后，我们就往后走嘛，往公车后面走，一直走，走到后面，他就坐在那里，发现那个王帅哥就在，就坐在公车的一个角落。那当时他的心情怎么样？心情当然是这样跳，小鹿乱撞这样子。然后但是讲话还是非常冷静，这样。哎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真的，装的这样跟真的一样。啊，难怪他现在戏演得这么好，这样子。对啊，他会是个好演员，就是这个，从小就开始训练。哎，这件事情，我想今天是一个秘辛大公开啊！哎，挖到喽！哎，这个朋友真的十分可爱，我们是把你的疯狂的朋友请到现场来呢。好，哎，欢迎嘟嘟跟顺子来。哎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不要客气。这朋友好可爱，他刚进来说要跟我跑比快的，那结果谁赢了？结果当然他赢了，他把我抓住啊。就刚刚嘟嘟讲了一件事情哦，真的是我想这个电视机前面所有这个女学生哦，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经验，就是去追帅哥，去盯帅哥，可能这样子去守着他这样。只有这一次吗？有没有后来再碰到其他帅哥，又做出这样疯狂的举动？没有，没有啊，就这样一次而已。对，那现在那个帅哥还是不知道你在暗恋他。他后来，我想他后来应该知道了吧？结果、可是我已经不想理他了。他现在在电视机前面，当然看了、啊。当初为什么没有把握？对呀、啊，多悔恨！现在天天坐那个公车等你。对啊，对啊。我听说，我刚刚本来想说，哎、欸，这么活泼嘟嘟来我们连环炮演戏，哎，顺子当场就相中了。对对对，结果他讲，他现在是副导演，副导了，哎，副导演不得了，对不对？小市民的天空系列，副导、不得了下档。下档，光荣下档，对呀、啊，成绩很棒、啊。哎，听说还得奖这样子、哎，到底有没有意思到连环炮来服务嘞？什么服务？这个啊，来领导我们好吗？我们走吧。哎，真是嘟嘟太可爱，太可爱了。哎，今天呢非常高兴请到苏慧伦还有嘟嘟到我们来。而且大家也看到苏慧伦的新造型，哎，十分的靓丽可爱。哎，所以我们也希望你这张新的专辑能够销售成绩跟以前一样，而且更好。是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今天谢谢你们两位，亲密关系，哎，甜蜜温馨，甜蜜温馨，明天见了，明天见。徐孝顺、郭子乾，欢迎收看《朋友用真行》。今天在我们《朋友用真行》这个单元里面，我要跟各位介绍一个特别来宾，这位是我们最敬爱的大姐，也是我们荧幕上的妈妈。那我们来欢迎她的儿子李维。哦，郭哥你好，郭哥你好。那今天来跟我们介绍什么样的行业呢？直棒。
职棒，哎呦，这个讲到职棒，我们职棒今年是迈入第二年了，有很多记录啊都在重写啊，但是球员他们在重写他们的新记录啊，但是啊我们很多球迷也在创他们的新记录，在此我们希望呢大家在看球的时候呢能够平心静气，让我们的职棒能够顺顺利利的发展下去。那今天按照惯例，李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匾额呢？哦，四个字是强棒出奇。这个怎么会？人太多心了啦。这强棒出奇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国内的职棒队伍球员们个个都是有非常杰出的表现。所以呢，我也预祝他们在今年呢能够有更好的表现，个个都能强棒出奇。解释的好，解释的好。哎呀，对了，今天在剧里面呢也演出他们很多职棒的辛酸史，对，想必非常精彩。我们就赶快来看今天的《比喻向前行》。这次终于被人家打完了。教练，集合了！集合！快快快快快！集合了！今天打的什么球啊？啊，不是米虫啊！搞不清楚怎么打球的，打得这么差，尤其是那个掏手。检点，然后被你冷冻起来了。来，小王呢？小王因为这个球场压力太大，然后失分太多，你把他冷冻起来了。叫小张。小张因为上一场球表现不好，被球迷头上贴了一个洞，现在在医院里面。你上。我上。教练了、啊，上个球季就是我当投手，有一场啊，我连续射了六分之后，你让我勇士不得超生，于是我才当了游击手。我当了游击手，你还不信任我，你还规定我在我如果在游击区接到球以后，我这个球一定要丢给二垒手，这个二垒手才能传到一垒去封杀。你也真的太不信任我了。笑什么笑？还有脸笑？好了，那投手过来。投手，投手，右脚，右脚。你下一局再不好好投球，下一个被冷冻就是你，听到没有？好了，准备打击了。你们干嘛手离我这么远啊？教练，据传说摸到你的手的人会倒霉。一二三，加油！准备打击了啊！快，怎么样，刘总？啊，我跟你讲啊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我们这场球打到现在已经连输八场了，要是再输一场的话，我就要换教练。刘董啊，你懂不懂啊？这是我的战略，叫做欲擒故纵。教练，你知不知道，我们企业家拿钱出来养球队，是为了要赢球，为了要提升我们企业的形象，更是为了要打广告啊！你看看，球场这么多广告都是要钱的，还有你们穿的、吃的、用的，都是用我的钱，你知道吗？还有，你们要知道。你们打赢球就有很多观众来看呢、啊、来看那个球场收益就增加了，我也抽成也就多了啊！你以为我是拿钱给你们输球的？教练，你教了什么球啊？你打了什么球啊？投的什么球嘛？刘董，你懂不懂啊？像上个球季我们帮你赢了13连胜，你没有包个奖金什么的。也就是因为这样你才能来这边打球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以为你从红叶少波队打到职棒有什么了不起，我跟你讲，你要是有什么闪失一样都给你讲个给了。你上次不是讲说过，如果说我们退休你帮我们安排出路吗？那也得要赢球才行啊，你以为我开救济院呢、啊、教练过来。怎么样？这一场一定要打赢，最好每场都给我打赢。哎，我懂，刘董，这场一定会赢，要赢啊！哎，我懂，刘董，快走啊！吵什么吵啊？我走。投手，这一球是你在这个球季里投的最好的一球，加油，加油！这场球是非赢不可，要不然呢、啊、就回家吃自己了。你们在搞什么棒球啊？在打什么棒球啊？连续八场的棒球啊都没有打出这个全垒打，在搞什么、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看棒球是有历史的，从民国58年的红叶少棒队，看你打到现在，你表现不错，你就是那个于洪开嘛。
我不是啊，就是你，也不是啊。你看看，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如果那时候啊，只要赢得世界冠军的时候呢，全国大街小巷啊，都会放鞭炮来庆祝嘛。那个时候，中华民国的命运啊，完全操纵在你们这个棒球小将的手中。这个棒球运动啊，也是中华民国所有同胞啊心里面的一线希望。那个的时候啊，你们的表现啊，常使我眼眶红红的。这个的时候呢，我对你们的表现啊，我也是眼眶红红的，因为。被你气红的，你知不知道打什么球啊？这是棒球场啊，打那个什么球啊？不是打橄榄球、打躲避球，是打棒球。我跟你讲哦，我现在被在那个观众席上啊监督你们。假如说呢，我举右手啊，就表示要打拳的打；举左手的话呢，就是要表示要打暗打。你知不知道？那如果没有举手呢？那表示你快被挨打了。不错，多多努力。我告诉你，战术要运用得当，才能够出奇制胜，百战百胜嘛。老先生，我是这个队的经理啊，我想聘请你做我们的幕后教练。我告诉你，我只欣赏棒球，我不只打棒球。年薪300万，7813888，有时间找我联络。现在的球迷啊，真是越来越热情了啊！对呀、啊，现在职业棒球正是轰动了。可是你知道，我们这种职棒的教练啊，或者是选手，其实心理压力蛮重的。对啊，像我们小的时候在打少棒的时候啊，那时候啊，不管你打赢球还是打输球啊，那个球迷都会来送东西，还是来安慰。现在不一样哦，如果你球打得不好，那球迷堵在大门口准备扁你啊！你看看，你看看。现在啊，虽然有职业棒球啊，但是我们面对的这个对手的压力也很重啊。你表现不好，马上就把你淘汰掉啊。你看我们的球员的生命也是有限的、啊，到时候我们就要退休。虽然现在的职业棒球啊，它有退休制度帮你安排出路，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表现不好了，照常把你给败掉、啊。所以啊，我们要面对前面的球场，后面的压力也是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啊。哎，教练，教练，教练，哎，你们的表现实在是太好了。我们现在是背负受敌，什么叫表现太好了？对啊，我们赌你们输啊。哎呀，要不然我们来看棒球干什么？我们就是来赌博的嘛。好，好，我问你，我们除了赌这个球队输赢之外，你还赌些什么？我们还赌啊，哪一队全垒打最多，哪一队打击率最高，哪一队三振次数最多，还有哪个教练最逊，没有被打翻的，被挖角的，被冷冻的，看裁判吵架的，观众嘘声最多的，我们通通都能赌。球场球屠宰场了，我们球员不是变成牛了吗？对啊，最需要打架，最佳败绩。再讲，我光当球打出去。这个不说，你们刚刚说的赌博最逊的教练到底是谁？每次我赌最逊的教练，每次都被我赌对。那你是谁？球迷太热情了，我们造成心理压力；球迷太无情，又造成心理创伤了。痛心的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我看啊，这一局啊，只有我上场指定打击了。哼！哎，你回来了？怎么了嘛？又输球了？求的名字，我求求你，我听到球我就快爆炸了，求求你，老公，可是你刚刚一下就讲了6个球啊！球！让你不累，你先吃饭好不好？先吃饭，先吃饭。那今天吃什么？我替你准备你最喜欢吃的沙拉虾球。球！我不说了，我不说了，我先去点，正经点啊！好好，爸。儿子回来了，今天回来了。嗯，爸，你知道我今天去哪里？去哪里？我去打篮球。有人站起来，不要在你爸面前提这个字。爸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哦。行。你知道我今天碰到谁了？碰到谁？郑振强。有人去洗手吃饭了，帮助叫出来吃饭了。行，吃饭了。你这么早就来了？我跟你讲啊。今天你姐夫输球啊，你千万不要在他面前提球这个字。小心点啊，姐夫，你干什么垂头丧气的？你是不是又输？我告诉你，你是这个连环棒，对手是主力选手。这个必胜败乃兵家常事嘛，只要努力必然成功的、啊。你看看人家郭泰源呐、啊，在日本职业棒队的年薪在1000万以上哎。啊，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因为啊，球是圆的。
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只要努力，一定会成功的。谢谢你啊，谢谢。哪里哪里？什么声音啊？马桶坏掉，坏了好几天了。水电工来看，说是那个里面的浮球坏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要看的是浮球还是马桶？姐，姐，那个真不能命啊！老公，不要讲球，不要讲球。姐，我赶快去买那个。别来啊！我接个电话啊。喂，哎，老公，找你的，来接个电话。你有电话吗？喂，是。什么？真的？真的？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发生什么事了啦？老刘，国内最大的球团，他希望我到他们球队去打球，而且他签的条件非常的优厚。老公，你刚刚讲了三个球。球？我不怕球，球才是我的生命，才是我的原动力。这样你就还真替你高兴。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哎，外面好多球迷等着要你的签名球，哎，你来跟他们打个招呼嘛。不好意思，今天打输球要签名，不好意思啊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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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真的是越来越爱你了，厉害厉害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王光辉。我身为一位职业选手，的确很不幸。所谓不幸的是，因为相对我的，因为这样长远打下来，相对我的寿命很短，这就是我的不幸。好处呢，可能就是赚钱赚很多了，跟短暂这几年而已。不过对我们来讲，这是也是好一个好处了。像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些媒体的报道，之所以我们可能可以成为一个明星。不过这些明星可能相对的对我们相当的困扰，比如说因为我们没有隐私权啦，或者怎么样，球迷时常打电话到我们家，半夜两三点啦，睡不着啊，种种之类的。所以身为一位职业选手，有好有坏了。不过最主要还是尽我能力。能够打，在我这几年能好好的打球，来答谢各位观众，谢谢。我觉得她是蛮幸福的女人啊，因为基本上她的准老公就是对她非常好啊。准老公，对，能不能形容一下这个准老公？非常的，心思细密，好，然后高大英俊潇洒，那倒没有。这个季节冷冷的要和我离别，我笑了笑，疼了一下你冷漠的双眼，这才明白原来我们之间既陌生且遥远。但我们却不知如何说再见，只是默默走着，肩并着肩，不让对方看见。